是那个装嫩的。是呀，算可以。请问你第一次来阿里山有什么感想？饱，吃很饱。有，也吃很饱。我来两次了，我一样是吃很饱。你有饱。哇，那怎么办？我为什么回答你？你要跟我说饱。这可以现点现烤。这可以吃吗？假的吧？还是先展示完，明天就拿来那个了。这种小朋友应该就很喜欢的、啊、我也很喜欢啊。你们两个坐旁边啊、哦、来，现在我们对好了，这是一份主餐，那六岁以下不要，然后主餐是我打包的这几种，算是主餐，那它不会附任何汤品或饮品，要另外加上面 ABCD 四种套餐，那它四种套餐的话内容不太一样，等一下可以帮我看一下。好，套餐的饮料含的是这边都可以选，然后冰沙另外加29块，那它第二次无限畅饮的饮料是只有上面框框的饮料可以选，对，点完餐再跟我们说就可以。好，谢谢。一个要点一个套，好。你们娘家坐最旁边，有没有人要跟爸爸坐呀？好，那最好了哈。你们娘可以点一个披萨，你们娘不用点嘛，但是可以点的披萨给你们吃啊。你要帮阿布点吗？我、哦。阿布自己点。别讲咪我。如果是麦大的话。麦大要。茄汁咕咕意大利面感觉是最素的。我你来吃乌米嘛，好不好？你有吃过乌米吗？哦，乌米面，乌米面比较多。你吃过有没有？哎，内底确定唔黑。唔捌吃过，咁唔知。那我们是花香蒜奶油鸡胸意大利面。我想吃黑松露时蔬意大利面。谁要吃黑松露？我啊。我也吃。我去关西秀家过。我要跟你一样。好、啊，你他妈豆家哈。好，你讲他妈豆意大利面。他妈豆你姑姑的意大利面。茄子姑姑意大利面不是吗？对。他妈豆阿哥的意大利面，对吧？你讲他妈豆。阿哥。牛哥。我爱。你讲过吗？假面啊。假面好啊。我要下面也很尴尬。哎，是蒜头鸡巴意大利面。跟子平一样。我要改辣味番茄鸡肉。点一下黑松露时蔬跟姜蒜奶油意大利面，到时候我给他选，看他吃哪一个。每一个时蔬有你看得懂吗？好好好。开始了。啊，哎、欸，我们专场，你把我菜单拿去了。哎、欸，他们是负责点菜的、欸。你这个比较广。确七份，对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好，陪你坐好不好，小猫咪？欢迎给他三块。百万富高中读大学，然后中五十万块。他不会，因为读到高中大学后，他不会跟家人一起出来。你看，假币都不想跟你出来了，对，谁想跟你出来玩？对不对？我们到高中大学，我们还是去武林农场就好。你在中那个叫我更美啊！你看出去玩好两天一夜，我觉得差不多了。不像以前那种刚认识才20几岁、30岁那种，那时候三十岁出头还可以跑一个地方。阿里山两天就开了，就是今天就开回去就好了。我今天开下来，我已经想回家了。就是就像去武林农场好，我可能第一天到了下午就到，然后玩一玩，隔天中午就要回来，觉得好快。但是回到你叫我再住一天好，隔天就觉得已经有点腻了。就是不是因为它场地点，它就觉得太累了，而且又带小朋友。武林农场多大？多大？多宽？你
沙拉。沙拉来了。沙拉公主来，卫生纸拿来，谁负责擦？我好，谢谢。来，多一只汤。自己擦，好像多一只呀。放心啊，你自己没有擦。没关系呀、啊，现在才几家。这杯是我的呀。对，可以哈。可以。不要洗啊！我要丢一擦鞋，哪位姐？笑什么笑？笑不需要笑的好不好？只喜欢资深的就是炒熟而已、啊。对啊，就剩下的去炒。那你就不让配了。下次不会来了吧，太远了。加要两个玩的。来，阿妈，阿妈。包两个那个小朋友的玩，好吧，谢谢。来，你们讲这个。阿妈的，你妈，你帮你妈点的。我让他二选一，你们讲这个。黄金黄丹是玉米笋。这个金黄梨，这金黄梨叫玉米笋。有玉米笋。玉米笋，我来。我两边一起我点啥？你不是点黑松露吗？奶油鸡肉哎哈，刚好的。姐姐就这样了，你来就叫哎，阿姐姐有你。哎，你好你。对不起，我对，我点两盘，好你选一盘哎。金盘是这种哎，金盘是阿妹。所以我可以先吃了。可以可以可以，谢谢。来。黑松露丝酥意大利面。谢谢谢谢。然后又蛋卷，那边都是瓜。这个玉米笋就一根嘞。两根，两根，两根。不会，我不会。对啊，等下万一每一盘就有玉米。对呀、啊，这就尴尬了。哎呀，沙拉没给你，把给你套啊。那它这么便宜，一盘才200块的意大利面而已。而且装潢又成这样，实在是老板一定搞。还有加护费。是啊，好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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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加放这边就好了。来，59分，大家一直在说。鲑鱼。谢谢。你马上一家换送出去。哎，没有玉米笋，没有玉米笋，因为假代表鲑鱼。厉害。鲑鱼厉害。有没有披萨来了？好，是辣的那个，这是哪个蒜味还是那个？辣味，而且辣味，这两个都是辣味。辣味的，这边呢？因为讲这个，其他没。你在里面要不要先给一个？对呀。再来，再来。那包钱都已经抢到。过去，披萨来了！哇！我跟你想吃，要不要阿妈吃一个？阿妈想吃。怪啦！我那边吃两块好啊，系。无要规划拢互你吃两块好啊。爱吃就吃，不爱吃就吃。你可以买一点点蒜看看，对啊，就刚才不是看一点点而已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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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姜蒜也来了，辣味，辣味来，谢谢。鸡肉，姜蒜鸡肉，谢谢。来，这盘这盘。这玉米笋头好哇，来。我先用奶油诶。你会加几包呀？不然这个来玉米笋。这是奶油诶，啊这。我爱奶油啊，你把玉米笋加回去就好了。好，来玉米笋给我。哎。我唔是爱加，是唔是迄种诶吼？还没爱加啦。还有一根小的，我有看到。好，感谢你。你们在这比赛呀？嘿，比赛做厉害哈！我们还有什么？还有那个香酥薯条，椒盐。好呀，我做收还是？
那就不要加就好了。我真的加下去。不加也意大利。看起来大家都很饿啊，对不对？要怎么加饿？就想要赶快把它吃完，回休息。嗯，你有炸虾、哦？螃蟹。我要用你相关的意大利。多厉害呀、啊！这是第一摆吃意大利面条。第二摆。第二摆啊。第二摆。第二摆吃。那也被打钱了。被打了哦，那个神秘鱼很多哎。我头发比你较好啦。因为叫玉米笋夹心这一块笋，哎、欸，玉米笋形象，玉米笋夹心这一块，夹我，夹我上，夹小朋友的意大利面，哦，对，我来过，儿童很多，哇，对，因为我后来又去了一次啊，八十块是，这边菜也都有到齐了吗？好，谢谢。来，翠竹，要不要先拿？偷拿一个？不要。哎，我看到你想动作了，来。我没有。嗯，好，来过去。我第一个。看啊。讲讲讲。讲你披萨还要吗？你再吃几块了？那还要再拿一块吗？不要。妹妹，你要吃披萨吗？妈妈，你去拿一块披萨。你都没有喂完路，他们吃不了。对，你会夹披萨啊？不。夹那个。夹那个多啊。晚上吃猪肉比较好。还可以。哪边不喜欢？饼皮不好吃，就煎工饼而已啊，有什么问题的？苗圃的比较好吃，是吗？好。哦，白鸡啊，那个是青青啊，这个，这个我告诉你哦。剪掉哈。哎。等一下，我要上马。